来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观战一把心眼儿哥的女巫。舞女、佣兵、机械、牛仔、打女巫，打不了，在这种打不了，在这种打老杨的女巫。想不出来，想不出该怎么去赢。我觉得老杨这把他的女巫大概率是多抓啊，大概率是多抓过来。哎呦，上来就是一刀啊！这一刀打上，拉一个拖，然后本体放狗，咬住以后两刀原生刀，这香喷喷，我还多一个寄生给外围这块板子。就这个阵容就没法打，说实话。哎，卡住了没有？没卡住，没卡住就行啊。没卡住，这边过来破板，放狗咬住，很细啊，很细啊。牛仔来了，牛仔来了，但牛仔来，我感觉牛仔来也没用啊。牛仔来搞得好像这个舞女保得下来一样。哎，但是有一说一，舞女被狗咬了以后，牛仔这边把她给抱走，这个狗就没了吗？这个我还第一次看到。哎，这我还第一次看到。哎，这牛仔给力呀！哎，这我是真第一次见。我观战这么久，比赛看这么多，我还没见过这种配合呢。但没关系啊，问题不大的，对吧？再补个寄生。小伙子，你爱管闲事是吧？啊，英雄救美，我让你救。出不了问题啊，出不了问题，但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。这种打法，哎，我追你一刀牛仔，可以，好嘞。只要能够击倒这个舞女啊，应该是一个老杨的真胜。算下密码机啊，算下密码机。密码机的话，外面总量加起来现在算三台，还没击倒吗？打了，消了个信徒没关系的，他这边反正技能 CD 好的。这边的话，机械师捡了个圈，把牛仔信徒消了。核心问题是什么呢？这边压到一台遗产机啊，这边佣兵要先把这波遗产机搏命套走，然后再来补。以老杨的实力，我觉得不会出问题的。虽然说穷者确实打得很秀啊，这把的话前期的第一波倒地时间是大大的出乎了我的意料。但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放狗，好嘞，咬住杨氏招牌假动作。以佣兵的视角来看，假动作，假、啊、假动，假的是不错，假的是不错，但是这边佣兵没有上当，那再补个信徒给牛仔了，补个信徒给佣兵，然后用佣兵的寄生信徒来打这边的牛仔吗？过来，割双刀一刀，有嘞。牛仔的机子修不掉，79、80。他可以切闪把这牛仔给秒了，我觉得。先打一刀嘛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打一刀嘛。放狗先打一刀，我觉得可以放狗先打一刀。哇，这牛仔打得有点拼啊！你面对的是个，哎，哎，这牛仔什么鬼啊？人家都到拐弯口了，这给勾下来了啊？这打得有点离奇，这把如果穷者真的能赢，那这牛仔 MVP 啊！但我觉得还不至于，还不至于，目前还没有到穷者能赢的局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把穷者打得比较的拼，他们的密码机大家可以看到，现在还差一台整机，而这个舞女，那肯定得挂飞啊，对吧？这个舞女你现在保怎么保呢？你写个剧本我看看，这个舞女。保不了吧，这舞女保不了，挂飞以后外面三个人全残血，对吧？这边全是遗产机，赢了他的大局观我信，好吧。这边挂上人，你需要有一个人过来救，
然后这边密码机你需要一个人来修，那边的舞女是不是找去找牛仔补状态了？对，消信徒了，消信徒也行嘛，你们消完以后这个舞女她也不敢修机子啊，必用必的护臂。打着打着打着，穷者已经是快要这根弦快要绷不住了，切信徒一刀救下来，那边要补状态，补着补着这机械师都二挂了，漂亮，赢了。多大的仇这么去奶他，不是多大的仇，是我对于中心的一种信任。现在差一台整机啊，你们要知道现在这台那个大防弹机子修掉还差一台完整的机子，也就是穷者这边即便打一波架把大防弹机子拖了，你还差一台整机呢。佣兵再挂上，这边还要派个人去救佣兵，拿这边机械师给我打挂飞的。外面舞女应该在修机子了吧，舞女还没摸上机子呢，闪现一刀是不是。虽然说呢中间发生了一些波折，这个牛仔呢确实惊艳到我了，秀到我了，但他的女巫还是强的，他女巫还是强的。而且求者这边的话在整个过程当中感觉像是路人局，他们的一个修机没有能够做到特别无缝特别好的一个安排啊。如果说现在只差大防这一台机呢，我觉得穷者还能打一打，还差一台整机根本没办法。你看老杨这密码机守的，大防这边这台机子，对吧？我们来看啊，大防这边这台机子，这个信徒就永远死守在这边。来，我们来看会不会动。那边不管啊，那边不管，这边看有反应，对吧？你看，就这种防守。两边都照顾得到的，怎么打嘛？赛级女巫啊，赛级女巫，一般普通路人局真的没有太多办法打的。再加核心问题，其实我觉得这套阵容不太好打，你换一套阵容可能行，什么调酒师啊这些上来可能行。这里的话手里有闪现，舞女是个挂飞，茫茫多的闪现，好的。很多细节啊，很多细节。其实这把的话我觉得这个女巫蛮教科书级别的，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慌乱，牛仔这么秀的一个操作都没有任何的慌乱啊，没有打乱他的节奏，该怎么打怎么打，该换挂换挂，该控场控场。五个信徒给到佣兵，那边的话机子起了还差大房那一台呢，啊，机子起了还差大房，这边再交一个闪现。牛仔有个飞轮，骗飞轮。这个女巫的水平跟我比怎么样？可能也就比我强个大概10000倍吧。这个闪现没打到，那可能就差9999倍了。这波闪现没打到，有个两人开门战的机会，两人开门战，那好像似乎能够去完成一个单跑啊，应该是能完成一个单跑。一勾，这把牛仔真的很秀啊！这把牛仔真的很秀，这个牛仔我都看傻了。那边门开了，那边门开了，走了。最终第一个被抓的，哎，等会儿。离这么远吗？他不是大房亮的机，跑过来，信徒一补，门这边开，好像
哦，他是怕那边跳地窖是不是？那选择留一个三，不管了，怕这边牛仔牛仔叫自己的，其实也不太可能走得了地窖吧。